Subcuticular suture 唔系咁样做噶喎。你喺度做咩啊？啊，你知唔知啊？惊第二个都唔出声嘅，惊系你咋。嗱，你入针咧就太浅，一阵拉线嗰阵咧，佢整住咗个针口位嘅。Focus， 我点讲你点做 ？OK， 我 try。 Kiki啊，你练住先，我再教过你啊。Vincent， 唉，有冇咁啱嘅？咦，你唔系见边度唔舒服啊？嚟搵你唔得咩 ？Sure， 搵我做 interview。 医疗草案就快有定案，我特登嚟搵 YT 叶晴两个竞争对手嚟做访问啫嘛。 Good， 咁我唔阻你啦。 Vincent， 可唔可以同你倾两句啊？我知道你系 YT 委员会嘅成员，我俾个提示你啊 ，YT 呢条船好快就要沉噶啦，你冇必要一定要留喺船上面。我知道 Doctor Yip 佢好欣赏你。喂，嗱，首先咨询期咧就未完嘅，同埋班议员咧都未有决定，咁边个赢边个输，其实大家都唔知嘅。嗱 ，OK， let's assume YT 系输咗。 我会唔会调翻转头同我唱反调先？我都系想关心下你啫。多谢关心张小姐。Excuse me。Oh， YT 叫我过去开会啊。Excuse me。仲有几日就过咨询期，系咪想我哋游说嗰班未表态议员啊？喂 ，T， 文调一直都系我哋领先，应该冇咩变数啦。我揾你哋嚟系有嘢要同你宣布。由今日开始，唐明唔再系我草案委员会嘅委员。喂 ，T 啊，你系唔系想出啲咩怪招啊？ 你想出面啲人以为我哋内讧 ？OK， 咁你使唔使我哋帮你手配合做埋呢场戏咁样啊？呢一场唔系戏，我系唔想一啲唔系真心帮草案嘅人留喺团队入边。YT 啊，发生咩事啊 ？YT 啊，我咪讲过咯，段录音冇可能系唐明讲嘅，一定唔系佢。咩录音啊？究竟发生咩事啊？ 所有人都知道 ，YT 呢几年不务正业，冇负起过做院长嘅责任，净系挂住全面开放药物名册草案通唔通过。我仲以为你系 YT Young fans 添。喺我心目中 ，YT 净系识玩办公室政治，佢冇为明成北，冇为病人，净系帮自己做嘢。佢冇资格坐明成北院长呢个位，佢应该一早自己退落嚟。唐明。 你而家明我点解有咁嘅决定？段录音喺边度揾翻嚟噶？呢啲说话我冇讲过。段录音系伪造嘅。你唔需要理我呢一段录音系点样得翻嚟，你唔满意我可以同我讲，甚至乎你唔想入呢个草案委员会，你可以走啊！但你知唔知道你讲呢番说话对我草案伤害有几大？你居然信段录音系真嘅？系真又好假又好，你唔好话俾我听，你冇私底下同 Martin 见过面啊嘛？ 咁就算见个Martin都唔代表乜嘢嘅。唐明如果唔系撑呢份草案，如果唔系撑阿 YT 你，就唔会做呢份草案嘅委员啦。一定系Martin唔做手噶，佢伪造条录音就系想分化你同唐明。你而家替佢出委员会，咪即系中咗佢计咯。呢件事你唔好理，我已经决定咗，我唔会收翻个说话。既然段录音阿 Martin 都系在场嘅话，不如唐明我同你一齐揾阿 Martin， 同我一齐问清楚佢啦。唔使。 就算證明到段錄音係假嘅，都冇用。我同 YT 已經冇咗信任。你要我點信你啊？我為咗草案，而家我哋做咗幾多嘢啊？我已經去到直落啦。我同西維基，我而家先攞條我，即係講一聲叫我加入委員會，我加入委員會，我點解啊？因為我信你就話你係委員會嘅召集人啊！我要踢邊個走咪踢邊個走咯。
唐明，唔該你將草案所有嘅資料攞翻曬出嚟，一張紙都唔可以漏。好，就算我唔係委員，我都希望你逆轉成所有資料，我會俾翻曬你。醫生啊，我跌親個頭啫，你搞我耳仔做咩啊？有冇搞錯啊？你而家唔係跌親額頭咁簡單，你行路側埋一邊，可能係你個耳仔有異物，又或者係你個腦出現咗問題。老人家梗係咁噶啦，咁白鬼煩噶。橫掂都嚟到啦，未檢查清楚咯，陣間我會 send 你上去照 CT 噶啦。而家我同你檢查一下啲手先嚇，你喐一喐嚟睇下，痛唔痛啊？冇啊。冇係咪？好。你屈一屈膝頭哥。係啦。呢一隻，你左腳係咪耳枝嚟噶？係啊。而家同你檢查一下個耳枝啊。咦，你個耳枝都夠啦喎，係咪夠期要換啊？阿姐啊，我係攞種換噶，買隻耳枝假腳你估係好平啊？我陣間 send 你上骨科，等醫生評估一下你係咪需要即刻換嗰個耳枝，我會叫醫院出份報告俾你，你攞去社署嗰度就可以申請津貼噶啦，好冇？咁你話事啦，你意思啦？我意思咧就係 send 上骨科。蘇怡，蘇怡，有冇上過內聯網啊？飲咖啡冇時間，邊個人上網 ？YT 咧喺內聯網宣布唐明正式退出佢個草案委員會。點解啊？發生咩事啊 ？Vincent 俾 YT 叫咗佢開會，仲未翻，我都唔知道發生咩事。不如你問下唐明啦。你都識佢噶，你問咯。喂，喂，分開都係朋友啫，問兩句啫。喂喂。喂 ，Yan 啊，你知唔知道唐明同 YT 發生咩事啊？Doctor Yu 個專訪做完啦，啱啱做完。你而家有時間啦，嗬？個訪問唔好意思啊，喺立法會未表決議案之前，我唔想做任何訪問。YT。今次是草案表决之前最后一次向公众争取支持的机会，如果你今天没有心情的话，改听日啊，下日都得的。乜拉票有意思咩？你现在看的是 TVB USA 官方频道，想看多些 TVB 精彩的节目片段，就快点按下面这个钟仔 subscribe 啦。